赖明伟密恋九年女友病危，独养六毛孩求奇迹。大家比较知道我的近况都是从 Facebook 上面啊。滑到赖明伟最近几篇贴文，都有种淡淡的哀伤。黑夜是过程，黎明是必然，是迎接还是说再见？命运早已铺排。安娜最近不太好哦。每个礼拜固定在 Easy Fan 驻唱的他，人前卖力演唱，那些被赖明伟藏起来的负能量，让小编告诉你。其实啊，赖明伟有个交往九年的圈外女友，目前女友饱受神经内分泌肿瘤所苦，癌细胞扩散，一度病危，人还在北市医院努力跟死神拔河。不过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只有至亲才能探病，他每天起床后只能消极的探听他还活着。现在他除了照顾小两口一起养的六只猫咪，祈求奇迹发生，什么事也不能做。娱乐动新闻报道。